既复杂又简单的东西哈、啊，我自己学了好久，我经常是就刚学会，然后过两天又忘了怎么复原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每一次旋转它的时候呢，它都有一个什么？哎呀，这怎么打断我好不好？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？等一下再聊结婚的事儿嘛。我先跟我说完，我在说这个魔方呢，每一次转动它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际遇。哎，你这样我讲这种很正经的话题的时候，就显得我特别的无聊。